哎呀，什么东西掉了？手机滑下去。手机？哎呀，你手机怎么滑下去啊？啊！妈，叫我妈。妈，手机掉进去。妈，那怎么办啊？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波。今天的目标是要换掉我妈的手机。这只手机非常的具有年代感，光看这皮套就好像去战场拉回来的一样。这只手机呢是 iPhone 6s Plus， 面板是我自己换过的，原本呢是碎的跟蜘蛛网一样，但是换完之后，光今年就泡了两次水。它号称叫做 U0HUD， 它的荧幕开始乱跳，乱跳现场。密码按到一半变成紧急联络电话。一直失败，整个锁起来。哇塞，你妈的字很大哎！啊，这只手机呢，在今年呢，已经连续拨打三次电话给我，而且都不是我妈的。总之，这只手机呢，给我妈带来了诸多困扰。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这只手机给它换掉。但是呢，你看我妈会把这只手机用成这样，代表说她非常的爱惜这玩意儿。那我怎么把它给合情合理的换掉呢？那就开始今天计划吧。整中整，三连整。趁旅游时弄丢妈妈的手机，不小心把新买的手机掉进马桶，最后发现失而复得的旧手机。妈，你来了。对，有吗？这个很久的衣服呢，穿到了水。今天呢，我妈要出去拍片，所以呢，特地请妈下来帮我们顾一下小朋友。来，过来，妈抱抱。开玩笑的啦。啊，你要带阿妈出去玩？真的、哦，好棒哦，我们可以出去玩喽。没有小朋友。只有阿妈。只有阿妈。今天的计划是重温儿时的回忆，就是妈妈带小孩出去玩。你不是你的孙子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我要带什么吗？带手机就好。OK。好，妈再见。好的，现在已经抵达我们的第一站——台中公园的湖心亭。啊，看到那边有船吗？我们等一下去坐船。好，坐船。妈以前有来过吗？好像是四十年前的。对，我那个。你有带他来吗？四十年前他还没出生呢，我那个时候还没出嫁。妈妈还是小姐的时候。我们就出发去坐船。等一下我会在路上跟妈借手机，然后呢把她手机先拿下来，然后把我准备好的石头丢到水里面去，然后跟说啊妈妈妈，你手机掉下去，手机掉下去。看说妈的反应是什么？坐船 ，Go！ 好厉害啊！哎呦，好几十年没坐过，你坐一下，你猜。不用，生平第一次划船，今天为了妈把这个包下来，我们先往前到阴影的地方。你都没有坐过船，你也会耶？我看妈好像没有坐。花了20分钟，让妈有外出旅游的感觉之后，差不多可以开始整人了。妈，借一下手机。嘿，好，那好，那好。那边好多人哦。哎呦喂！什么东西掉了？哎呦，手机滑下去了。手机？哎呀，手机怎么滑下去啊？我刚，我，哎呀，哎呦喂！那这样怎么办？哎呦喂！刚船歪掉，我想要拿个桨啊，就太用力，它那个脱节的东西。哇，怎么办？拉到了，没有办法了。哎呦喂！那个卡才换新的。哎呀，糟了！哇！不要！这样危险！不要了！不要了！妈！我用这个看。不要了！船歪了！妈！船歪了！这是刻舟求剑。这边画一条啊，就知道从这边掉下去，我们之后回去再找。这一只。都许博错了。哎呦，太可惜了，错了。好，去捡，我下去捡捡看。不可以啊，太深了。我会游泳啊。不要，太软就掉了。我妈她平常无辜。妈在强颜欢笑，还是我们打电话看看她会不会响。我们先去还船啊，去问一下他们那个要怎么办啊。平常来做的人多吗？疫情有差哦。好，辛苦，谢谢啊。他说每几个月会抽一次，会去清淤啊，才有办法看到说有没有找到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
那就没有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哎呦！哦，没关系啊，不要想太多了，带什么都在里面。哦，刚应该跳下去。妈妈妈，看喷水，有彩虹，彩虹，彩虹。啊，彩虹。啊，真的有彩虹哎。你告诉我，手机掉在台中公园。第一步的掉进蝴蝶计划感觉是非常成功，妈妈应该是没有起任何的疑心。接下来我们下一步呢，就是跟妈妈说，其实呢，我们是要准备再送你一只。这只呢，我们会先请妈来贴膜，贴完膜之后呢，我们又准备了一只 iPhone 13的模型机。我们会把这只 iPhone 13模型机掉到马桶里面。贴膜的时候，它是它是可以亮的，它是正常可以使用，所以它不会起疑心。我去帮你设定一个东西，然后拿到厕所里面去，然后在厕所马桶水里面加一些过期的茶、过期的巧克力，让它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浑浊。我先假装出门，再带来手机回来。哦，对啊，掉到水里面，找也找不到，所以你就拿大嘴的挖我去鼻啊。我说他太渴了，已经喝了两次水还不够，现在要掉到水里面去录个够。慢慢来点，坐坐坐，坐这里。哎呀，就没了。你怎么会这样啊？你干嘛、啊？不用的。真是哦。你看哦。这边坏掉，所以动它的话，它才会跑出去啦。你不是蒙太棒，不是你的错，你不要买给我了。妈现在还在替你找借口。这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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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我回去随便就有了。不用，随便就有是哪里？随便就有是从哪里来的？就。我们帮你买的保护贴。哦，这很贵。用这个贴，随便都可以贴人。这什么品牌？波胆。放上镜压一下，再来用这个压一次，漂亮，这么高级哦。嗯、加一点五香粉，五香粉呢？可以开始吃，开始吃了，我怎么吃啊？盖起来，抽出来，顺着这样子滑一下，打开，五香粉在这边。哦，推一下，推出去，推出去。看我滴水，当年比我卡歪。大家知道我是遗传谁？我等一下装一些东西再给你。好，妈先休息一下。计划二，准备开始。已经过期的茶跟已经过期的饼干，轻轻的加一点点就好，轻轻的加一点点。这个量一定要拿捏好，不然太难吃。好，我们开始。太香了，蛮香。来，这是我们先准备好的模型机。好荒谬的画面！哎呦！啊！妈！叫我妈！妈！怎么了？那手机掉进去。掉进哪里？那边。啊！那怎么办啊？怎么这样？设定东西啊，啊，我坐着啊，不小心就滑进去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是新的嘞。可以不可以拿起来修？我拿起来给你。你弄不下去，我来。不要不用手了。有没有手套？这个，按这个。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还是换一个，换这个。不用手，妈不用。不用。完蛋了。那是我们就这样包去给人家修。不可以啦，脏死了，好脏哎。然后帮我们，我们把它冲一下可以吗？它就坏。冲一点，冲一下，把它冲一下，不然。哎。
再洗一下。那裂掉了呢？这边裂掉了。嗯。糟糕了，试试看啊。好，我没办法，就算了。我来去试一下，来试一下。啊，没发现。我睡觉都睡着了。啊？哈哈哈哈哈！跑去上厕所里面去了。现在我要假装去修手机。好，那先去给他看一下。嗯。我拿镜头去给那个看一下。好。那这个是那个人工进水的，没有办法。对啊。对啊。人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跑的。嗯。那我们要跟妈道歉一下，有啊有啊有啊。不用了，没关系的。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嗯。这个才是你的新手机哦。咦，又骗人！怎么又骗我了？啊！打开，打开看一下，打开看一下。真的、哦，妈，我感动。哇，妈很漂亮。新的漂亮。怎么这么漂亮？你喜欢？这比我漂亮多了。你喜欢红色哈、哦？哎，对呀、啊。漂亮。比得上你漂亮。哦，没有，妈妈不漂亮，妈妈现在已经70以上了。70以上还这么漂亮？看不出来，这怎么得了？最后一整。好嘞，我们事先帮阿姆装好所有的防护措施，因为阿姆常在外面爬爬照，日头下会反光，贴了 AR 抗粉色玻璃贴，太阳光下可以看得比较清楚。镜头部分我们贴了蓝宝石镜头保护贴，同时硬度高达9，而且很透亮，可以达到裸机的拍照水准。我们为了让这个大红色凸显出来，我们特地选了这个晶石玻璃均规防摔壳，整个透明的，超喜欢的。磁吸装备充电呢、啊，环就在这边。今天开心，开心，超开心！我收到这么好的礼物，要怎么报答你？哎呀，讲这样子，讲这样子，哎呀，你把我生出来养这么大的，今天都没有发现说有破绽或什么，真的，都没发现我们真的，真的，我看到儿子大便什么心情？那是用爬巧克力做出来，你还敢吃吗？没有。对，我晚上会睡不着，我拿起来摸摸看。阿姆辛苦了。比较可惜就是，哎，那只掉到水里面去。哦，没关系的。它那个资料就掉资料这样回不来。我回去可能就是再去申请一个卡，还要申请卡。还要申请卡。那你那些朋友怎么办？对啊，资料那些怎么办？有人再打过来，再就。对呀，没办法。其实你掉到水里面去的是不是这一只啊？真的哦。哦，你怎么变了？我真的根本没有掉到水里了，掉到水的石头，丢了一块石头下去了。哦 ，yes， 骗我这么多，打他，快打他，用力打！骗我太多了，你换只好一点手机，都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。不愧是我的儿子，将功补过，将功补过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现在还有我们的专属好康优惠码，详细优惠资讯请见资讯栏。明天在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了。妈妈都在看手机。拜拜了，一直看手机都不看镜头。啊，拜拜。这只正在闻香，是栗子。它特别喜欢这个部位。它是一只非常贪吃的狗。它想吃什么？正常来说可能是这样，但它就是又多了一个屁股。0.5倍。0.5倍，啊，鱼肠狗。但有我那啊，其实没有，很好看。